我就不信他妈的这个阿神还可以顶进去，我看你多能顶。你有本事，你再他妈给我顶进去一球！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。粗暴言论大可不必，不是哦，我在用最极端的讲法让你们理解最极端的意思哦，要不然你们永远都不懂，你们就笨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蓝灯魔鬼，你名字改回来啦，改那杀小 ID 啦，整个霸气都没了，像个废柴一样。请问主播，这是预谋方案吗？乱讲，我哪有预谋方案？我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的。我这个人很简单哦，有什么需求就是自己解决了。强奸这种事情我可是做不出来的，但是 PC 轰轰购买这个 R20 第四代哦，哦哦哦哦，可以啊，牛啊，测试一下威力啊 ，R20 四代，好期待哦！哎呀，出四代嘞，看不体验一下不行哎，要修。不是啊，我要买那个，我要买洗面乳啊！他突然给我跳出一个情趣用品啊！啊，我能不买吗？哎，有特价哎，干！本来2000块，他只卖780哎，我能不买吗？要买的吧。测试完再给你们拿来当抽奖啊，对不对？靠腰，有踩了就好了啦。欸，有没有红犀牛的那个厂商要合作的啊？我其实蛮想跟那个情趣用品店合作的耶。那个有没有红犀牛的厂商有在看台的啊？我也用过你们家不少的产品，有没有兴趣合作一下的啊？谁要看男生工商情趣用品？乱讲！欸，如果我说有一款很屌、很屌、很屌、很屌，30秒你就挡不住了，你会不会买？什么？这不是看欸，是推销欸！欸，你是想要拿到很多商品测试哦？确实啊，我确实对情趣用品都很有测试感啊。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享受啊，要不然赚钱要干嘛？这台戴耳机不对，戴又不太对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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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试用要在什么平台播？不是哦，我就录一个心得就好了。哪需要播啊？干，谁想看过程啊？当然是大家只想知道心得。我看过很多宅男 YouTube 代言飞机神器，可是都不专业。那就是他们菜啊，我专业的哦。有没有红犀牛找我？真的红犀牛，任何情趣用品店找我，我来帮你们代言，亲自测试。
靠北，开箱现场测试台要不见了。女性的你也可以测试，女性的当然不行啊。妈的，女人就只会装，操！主播讲话真的很危险的，哪有危险？刚才我讲错吗？女人比男人色多了，说实话，干那是确实。哎，怎样？我讲错话是不是？怎么弹出来了？傻小。那你们讲话不要那么奇怪好不好？一下子弹出来，一下子又说团聚，现在又说被老神顶烂，哎，你们是怎样？你们讲话能不能不要那么龌龊啊？可是藤真怎么又一直在挖？一直抄，一直抄，一直挖还是怎样？哇，又射进去了，太猛了吧！哎呀！你好像妹也好很多，乱讲。我是在播报游戏哦，是你们讲的很奇怪哦。下回，小寒，弄他准呢。金鳌还有他没回到线，小白痴。手机版怎么都找不到加入会员的按键，代表你是 iPhone 啊？有没有兴趣换 i16 啊？有的话跟我讲一下，我再去下单一支郁金光。其实下面有连结啊，有会员加入的连结啊。他怎么又进啊？他是怎样啊？一直顶欸。我靠！瞎小啊！阿神好几巴，老是没有必要，你们讲话不要越来越奇怪好不好啊？我来，哎靠！怎么这球不是我的？我的死啦！碎碎碎碎碎碎！放手！我来！我来 ！OK 妹，我就不信他妈的这个阿神还可以顶进去！我看你多能顶！你有本事，你再他妈给我顶进去一球！
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ISMB 或花之丸。